开不开？啊？为什么？那现在十二月总该开了吧？接了桃花，十二月开不开？不开不开。但是桥头的花田喜事开了。什么花田喜事？没错，今天吉儿就是来到桥头区，要带观众朋友来一趟桥头之旅哦。你看，今天天气超好的耶，很适合远足哦，凉风吹来，非常的清爽。说到桥头区啊，大家一定都知道，来这边的糖厂吃冰，或者是坐小火车，或者是逛老街。但是呢，大家常常忘记，桥头有一个一年一度最盛大的活动哦，就是花田喜事，有很多漂亮的花田可以看哦。自从捷运桥头开通以来之后呢，很多的民众啊喜欢假日搭着捷运来到桥头区，很方便又可以省时间，缩短了城乡差距，让都市呢跟郊区有更进步的空间哦，也让观众朋友们常常来这边能够享受放松一下放慢脚步啊。你看这边，哇，前面好多花海哦，噔噔噔噔，在那里有美丽的花儿呀，有可爱的花儿呀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，啊，多美丽的花儿呀，啊，多可爱的花儿呀，啊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哦，我愿像那红红的莲灯盛开在太阳下，哦哦哦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美轮美奂的彩虹桥头花都开好喽！你看，就是这美丽又可爱的花儿，比我的脸还要大呢。哪里看过这么大的向日葵花？哇，你知道吗？太阳花是吉儿小时候最喜欢的花，因为它颜色非常的鲜艳，黄色的，而且长得跟太阳一样。画图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画这样子的花了。你看呢，一定是因为桥头阳光非常的充足，再加上这边水分，这边所有的太阳花呢都长得非常的大，又非常的高哦。你看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而且它们的颜色呢，真的非常的漂亮哎。你看，每朵花里面都有蜜蜂在采花蜜哦。啊，可是吉儿今天穿花花裤子啊，等一下蜜蜂该不会来追我吧？不要不要，好恐怖哦！你看后面还有好多好多很大朵的花，而且啊，它们颜色真的都很漂亮哎。你看，真的每一朵里面都有蜜蜂哎。看来呢，这边的蜜蜂呢真的很幸福哎，因为每一朵花呢都很漂亮，颜色很鲜艳，可以让它们尽情的采花蜜。哦，听说别区还有别种颜色不同漂亮的花耶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在向日葵花海中奔跑，有够梦幻的啦！阿姆哥，你要去倒？吉儿，你要走去倒啦？迈入了第六年的桥头花田喜事，阿姆一当那高花季哦，就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到访赏花呢。五颜六色、随风摇曳的花海，怎么拍都嘛怎么漂亮！现在在这一大片花海当中，闻到好多花香的味道，好幸福的感觉哦！每年的十一月、十二月啊，桥头区这边会种植75公顷的各式各样的花海哦，像是大家常见的波斯菊，还有刚刚姐姐跟大家介绍的向日葵，就是那个脸看起来比我脸还要大的花哦，还有这边还有百日草跟翠芦莉花卉等等很多花卉。除此之外呢，你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装置艺术品是用稻草做的哦，他们用农民息息相关生活的生活用品，像是一些稻草啊，一些装饰艺术品，很特别哦。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的创作风车展，很多人呢都喜欢拿着相机来这边拍照，因为在这个五颜六色的花卉当中，还有一些特色的创意作品可以一起拍照哦。所以观众朋友们，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记得要带你的 camera 一起过来，留下美美的照片哦。啊，那个走音了。好，可以。谁叫你刚刚要跑给摄影师追？人家现在不理你了啦！逛完了美丽的花海，吉儿又肚子饿了耶！哟呼，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啦！说到桥头糖厂呢，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，这里好吃的东西就是冰，对不对？但是除了冰之外，还有哪些美食好吃呢？所以今天吉儿就要跟大家介绍一间非常特别的餐厅哦。
它有很特别的情调，而且是田园风，又有日式般的古老式建筑。听说里面的餐点超棒的，姐姐真的很饿，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去吃吧！啊，走出桥头糖厂捷运站哦，你会发现球场路上有一间日式房舍改建的庭园餐厅。不要怀疑，美味的餐点就已经在等你喽！好香哦，这一整桌菜都是为我准备的吗？老板你好，当然你好。哇，你们的菜每一个都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真的很香哎。谢谢。哇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你们桥头这边的特色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样非常特别，你们餐厅的代表的餐点是什么呢？甘蔗猪脚，哇，甘蔗猪脚，猪脚是一般人蛮常吃的一个食物，但是你们用甘蔗去做烘焙，是吗？好特别哦，怎么会想用甘蔗去做调配？因为毕竟我们在桥头糖厂这边哈，有它的地缘关系啦。那这附近呢，也有很多很多的甘蔗产地。所以原来是因为甘蔗是因为桥头去这边生产的，所以你们用在地的，用在地的食材。你看它那个猪脚的胶质油油亮亮的，而且。你闻一下，会闻到那种甘蔗香甜的味道，哎，香甜的味道，好特别。我来试试看是什么样的口感。这个它保留了很多的胶质啦，然后再来，因为用甘蔗代替人工单甘味，完全都没有味精，所以吃起来非常 Q 弹，非常甘甜。对啊，真的很 Q 哎。对啊，完全不一样。那吃起来这个，人来讲哈，台语来讲，吃了袂嘴干啦。哦。因为哈，来这种完全没有味精，没有人工味素。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甜甜的味道，这应该是因为甘蔗的关系。对，甘蔗。对。啊，这边的餐点哦，都嘛是以套餐的方式搭配不同的主菜啊，即便是小菜，都嘛是外面吃不到的独家口味哦。啊，尤其这一盘受女性顾客喜爱的韩天明太子芒果泥拌苹果片，有够开胃的啦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小菜了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对。它因为之前我们是开发十几道这种小菜哈，每天轮着上，只要这一道不见，客人马上就会反应。苹果嘞，很特别，真的。对啊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道菜呢，因为它用芒果下去打成沙拉，然后再去拌苹果片，所以它有芒果的那种香浓，苹果的爽脆，还有寒天的 Q 弹。再来还有鱼软那种哔哔啵啵的感觉，层层吃下来吃起来享受。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很健康，因为我们现代人都比较讲求健康。对，没错，健康为第一。少油啊，少糖啊，再来追求美味。对，就是我们目前，其实在这种这么好的环境，有机无毒的环境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做。啊，这个老板哦，以不破坏日式建筑为原则啦，啊，整修美化后还能保留内部的空间，看得到早期原始的木头屋顶天花板。也留给消费者最舒适的用餐空间哦。接下来，老板要推荐的是银刀的青菜色红烧牛腩。这个牛肉炖的真好，很软很嫩。软嫩，然后它汤甜味有锁进去，还有一点点番茄的味道。对，没错，在煮嚼的时候，你会有那种牛肉的甜味不断的释出。因为这个牛肉的选择跟这个汤汁的配合哈很重要。那熬制的过程必须要4个小时，小火慢炉，所以你们每一道菜都是老板你自己设计的吗？跟我们大厨，哇，跟我们大厨，我们两个要经常吵架，可以吵出一道，真的是吵出来了。一道好的菜呢，是需要很多的背后有很多的努力啊，很多的研发，不停的尝试啊，就是吵出来的，因为他有他的坚持，我有我的坚持，不这么吵不行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在口味的调配啦，或者有时候出菜啦，它各方面的程序啊，我们都必须要很多的磨合。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菜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，就是刚刚老板有提到，譬如说你们没有加味精，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比较容易吃出那些原味。像我刚吃那牛肉，你就可以吃到那个牛肉原始的那个原味在当中。没错，是。还有另外一道主菜，我觉得也很棒，这个是鸡吗？这看起来真的很好吃。这个也是我们的隐藏版的招牌美食，这个叫做柠檬鸡。柠檬鸡，所以上面撒上柠檬之后，它这个鸡的做法呢？这个鸡的做法哈，我们是用去骨的鸡腿去骨之后呢，我们好吃，我喜欢用柠檬下去腌，柠檬的效是会造成鸡肉软化，然后就用烤的用烤的方式把油逼出来，把油逼出来之后呢，最后再淋上我们特制的柠檬酱，我们这柠檬酱是用新鲜柠檬汁，然后再加上鲜奶油下去调制，淋在上面。很明显的柠檬香味出来，对，很
香，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里面的鸡肉，因为加了那个柠檬汁之后就变得比较嫩，很嫩。而且你咬下去之后，里面哇那个整个柠檬的香味，像我是喜欢吃酸的人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像我是喜欢吃酸的人，我觉得这道菜而且很下饭，真的是对，很下饭。因为再来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它必须要生的时候生的直接烤熟。我们不能说能够做半成品啊，已经熟了再去加热，那不行，它会肉会变柴。那我们是从生烤到熟，所以在这个过程，它肉就完全会锁在里面，所以你会觉得啊，肉很软，非常非常的嫩，很嫩。然后柠檬香味很凸显，那酸味很柔和，超赞的一道。这个就是半片的，那我选用的是我们台湾的青鱼，真正的台湾味。对啊，因为像一般这样子烤的鱼啊，很容易就是里面的肉会变得很干很硬。对对对，这个还是有一个重点。夹的时候，我刚刚很嫩呢。对啊对啊，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哈，这种东西你不能做菜半成品，你一旦做了半成品，在第二次烤的时候它就变柴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生烤到熟，一次把肉汁完全锁住。就等于说你们的前置作业也是很重要，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，没错，特别注意这样。选用这个台湾的青鱼哦，从全身烤到熟，挤上柠檬汁，一整个美味哦！更多的滋味，广告会来告诉你。